在说起半导体都陌生的30年前，有一个向数字世界追梦的企业，面向创新、热情、尖端技术，凭借着不屈的挑战， SK 海力士成长为主导数字时代的世界级半导体企业。 SK 海力士是 IT 产业的支柱，更宏伟的未来。自1984年在韩国首次试生产16K SRAM 以来， SK 海力士不断向市场推出更小、更快、耗电更少的新型半导体产品。SK 海力士提供的尖端半导体产品及解决方案，装载于智能手机、超级本、服务器、平板电脑等设备中，成为实现移动时代智能生活的基础，引领 DRAM 及 NAND 闪存行业。占据全球存储器半导体市场第二位的 SK 海力士，逐渐将事业领域扩展到 CMOS Image Sensor 等系统半导体领域，不断汇集作为综合半导体公司的力量。SK 海力士以韩国利川、青州、中国无锡等为首，在全球16个国家、30个地方设立了生产基地，不断扩展全球网络。与此同时，通过美国及意大利技术中心、利川研究所、盆塘闪存设计中心等积极研发，不断为顾客创出更大的价值。在24000多名成员中，约占20%的研发部门是 SK 海力士的核心竞争力。随着 IT 设备的智能化及移动化，不断要求半导体高容量、低电量、超高速、超迷你化的技术， SK 海力士的半导体技术也正在向满足这样的顾客需求而演变。此外，与优秀的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开发 PCRAM、STTMRAM、RERAM 等新一代内存产品，以确保持续的技术竞争力。从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、智能电视，以移动化、智能化为代表的数字革命，不断扩展着半导体领域及需求。SK 海力士凭借世界顶级水平的技术竞争力，正致力于事业投资组合多样化，以创出更高的附加值。作为 SK 集团的一员，不断以新的步伐迈进的 SK 海力士，凭借顶尖的存储器半导体解决方案技术领导力，将努力成长为世界顶级综合半导体公司。SK 海力士追求可持续发展，为了与更多人共享成功与幸福，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，并积极贡献企业力量。 SK 海力士开启更智能的 IT 世界， SK 海力士将开创更幸福的未来。 SK 海力士